阿姨说我换炸弹要炸国王，我好难过。一样。下一场就不要让我不要当到国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生气了，你知道刚刚这边吵的真的是激烈到不行，激烈到要两边都轮流发言。他就跳针，一直老鹰老鹰老鹰，我怎么办法？讲完一句话就老鹰哎、欸，老鹰了，很像。气呼呼，他气呼呼，开玩笑，笑死了。哎、欸，所以刚刚谁投我？没人。巧克力啊，是巧克力投。对，我还来不，我是不能投嘛。最后我们大概就剩两三秒投票了。太快了，不能在最后的时候选，一定要在前面。所以如果刚刚繁星你也很快投我的话，我们就会平票。我投你啊！哎、欸，你也投我？我是投你耶。对啊，你有投到吗？我有投到、啊，没按到吧？我看没跳出来。我也看没有。有可能没按到。可恶。就差一点啦、欸。搞不好没按到的不是我。抽筋。哦、所以刚谁还投巧克力？我们难道也有人多投第二票吗？哇！不然你看，因为我是警长，我两票。你们没人投巧克力的话，我投他一票没用、啊。这意思的，我两票。原来是警长的部分。所以其实不是我没投巧克力，是有人少投我一票啊。我是点繁星啊，只是我是点繁星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跳出来。哦，那可能有啊，那应该就是有啦，应该是啊，就是繁星两票嘛。对，因为小雨说他没有投票，我没有投到。你为什么不投巧克力？他不该被炸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拿着我们一堆钱，然后也没有两个都不帮忙投，他就只是在中间，然后谋取最大的利益。他就是说他最大赢家。真的、啊欸、我拿很多钱的、欸、两个人都一直给你钱给你钱给你钱、啊、他为了自证清白都把钱给我了是他最大的、啊、他轻巧有繁星、哦、在中间谋取最大利益、哦、有没有听过蝙蝠的故事啊超爽的换了换了厕所怎么这么闹啥呀阿纪，你知道为什么中途我会那么激动？就是因为他们实在讲得太白痴了，还跺地板的，超级明显，真的太巴西了。好，播广告了，辩论哦，你们要再两个人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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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十秒时间给你们辩论。其实有一部分时间我看戏看得很爽，还有十秒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1000块的钱，对啊，因为反正一直上缴钱。因为我就跟他们说，哎、欸，你们把钱去给小雨这样。没有、欸，其实好像可以给250吧。因为我第一天已经被验过了。因为我那时候钱比较多，反正因为前期是乱的，所以我那时候钱比较多，然后还每一笔的那个资产都要交代。啊，反正不是见你名吗？他是啊，他是啊，是啊。没有，我们就是两个人在验明自己啊。嗯，我就说我的资产的交代。我这个 A4 纸都绝对超过了、哦，我慢慢资产不是一个 A4 纸就结束了，我是一堆的纸，可以清楚的交代清楚。邓蝶有做什么事情吗？他刚刚有说他很想要那个啊，就是炸我们书柜，但就一换炸弹就被怀疑，你就过来了、啊，你就过来打我，只剩下炸弹，我就只丢你而已啊。教你那个箱子战法。他们玩到气了，玩到气了，玩到气了，冲过去我不管了，就一直玩这箱子了，不管了。我觉得那就是他作为间谍帮助最大的事情，那个超级最气的是，他竟然是间谍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竟然还是间谍。哎、欸，我教你耶。对啊，一直玩不到自由之海啊，要么每次都是中原大陆，快气死了。因为中原大陆墙壁可以破坏啊。對啊、自由之海的那个柱子不能破坏啊、嗯！对啊，差别在这种，我们就不选鸳鸯最爱的了。好，就让观众进来，可以聊，可以聊。杰克，等一下你要录影吗？什么录影？就某些人招募录影有吗？目前是没有。那等一下要不要一起玩铁锤？铁锤哦，铁锤。可是这样等差很大，会没差好吗？那根本不是我跟你讲，那个等差根本没差，对啊，是你、那個、等差是你在爽，你知道吗？嗯啊、等级只是血量而已。对、哦，要不要玩？可以啊，我可以。那阿杰可以，繁星，
繁星啊，团团嘞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啊，你没有，我被录音哦，你被召唤了、嗯。好吧，那我不然我也很想玩，我进去当帮主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是开台玩好，继续。好，好，我来玩小游戏。你要玩什么？没有，最近不是夏特吗？然后我就找了超多那种小游戏来玩。啊、有没有推什么好玩的游戏啊？我想找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想玩。哎、欸，我有一款、啊，我推给你啦。挂机。哎哎，小雨挂机游戏，你推给我看，搞不好是同一款啊。那个什么 PLANTERA 是哎、欸。那是超级小游戏啊，像它特价现在才十几块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收藏看 P L A 啊 ，P L A N T E 哦，白痴哦，那个你一下就腻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反正它才十几块而已。没关系，对，那个也是抱着十几块，反正对啊，你看你玩个十小时，一小时一块钱的游戏，对啊，值得啊。哦，我还要买一个什么那个什么，有一个是金银岛的。欸该不会是什么 LSLA 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我看到你有啊。看那个也是，我玩了14小时就没玩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也是一下子。这两个游戏14小时我看到它极度好评啊，想说可以买来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两个游戏就是你同一个物资会越买越贵啦。哦。对，比如你这颗苹果树是10块钱，啊，你送第二颗就是12块、嗯，以此类推。嗯。啊，那个刚第二个那个岛的，我想说全部种满兔子。太贵了，种不下去。种不下去。我种了第20颗，就比原价贵了快30倍吧。啊，300倍太贵了。对，没关系，我还要买其他游戏。哎，你还有什么闲置？我还有哦。没有，我买那个什么，还有什么双点医院。繁星，你想什么地图？我不要了，不理你了。我不理你啦！你要一直裸体往对方那边跑。我换装备，你还是该我、啊，我很难过哎、欸。因为这时候你都已经我已經我真的很少在第三天之前换装备呢。你问他们，你问其他人，问其他。但你以前裸体也都会在我旁边陪着。我有在你旁边，你没看到我而已。我还想给你钱，你说不用不用，我这边有。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来 VCR， 是了我完全就只有气噗噗而已。你眼里只有钱呐、啊，还说我没有，完全就气噗噗了。就跟卢米一样吗？钱，对，美好会过去，痛苦会留下来。反的是不是？反的是不是？好像不太对。嗯，是不是那个娜娜？那一个？刚刚掉下去那一个？是刚刚掉下去？是，是没错。就、啊、就是有帮忙做地图的。对，是好的啊，有没有说的这样子？对啊，这讲好像是什么见不得。你为什么要对啊？讲的很像见不得人，你会怪怪的。你为什么要转那么大圈在讲别人啊？你这样很让人伤心。就是按压力板能干嘛？哦，干扰干扰。哦，还没选对，记得去选哦。来啦，繁星，你要什么地图啊？都可以吗？都可以啊。歼灭工程战二。哈哈哈哈哈！投开随机哦，啊没有，有随机啊，随机啊，有本事就正常，怎么没有见面二？来来，随机随机随机，有本就自由之海再来一次啊！来一个，还有地狱地狱，好好，感觉我又想到更好玩的，好来，想更好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对面会来灌浆哎、欸，上次雨月亮弄没有哎、欸，可是从来没看过有人。来，因为每次观众一说，他们就会来了。我觉得等一下他们可能会用崭新的绿宝石掩埋法，这只木木消太大只了啦，慢下啦。我觉得那样战法真的很强，有种用绿宝石怕、欸。对啊，那个超可怕的。给我啊，给我啊，有种拿钱砸。洋洋，你还没洋洋选对啊？我推你来就是选对，然后马上飞走。刷一下，还帮我踢他腿还是飞走？我不想选对了，我不要选对，不要过去，我不要、啊，我要当第三势力。哇，我叛逆，我不要红队。
那请问踩这个指令方块是干嘛的、啊？就干扰，干扰而已。干扰。有一些会很过分。哦哦。没有很过分的啦，都很不过分的。我引用一标分。啊！掉下去。哈哦。他会直接到边边，他会推你，稍微站个前面一点点，他才有嘿，不然你会掉下去。嗯。或是你要按着 shift。来了，不会的吗？会了，可以可以按住了，可以卡住。又来了，炙热地狱八千分，好，好嘛，结婚系统没有间谍了，好吧，没事了，可以团结一心了，好，他不行哦，不行，上可以上一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耶。韩记，韩记要唱歌了哇！耶！跳舞了，喵喵喵！大家叫叫叫！小雨，哇！小雨不要死哦！哎，为什么中间有那个绿宝石？哦，对对，一开始有，开始有，哇！抓他啦！杰克，快点！快！太快了，再快！杰克，快点！太慢了，太慢了！要不然你自己来嘛！我国王呢？哇！总会跟国王说话。对啊，好好说话。啊，怎么？杰克有问题，杰克有问题。快！我想说这个他们，他们好快哦！我刚想这个路怎么似曾相识？对啊，我做了十块钱了。我觉得他们超扯的。哇，超快的。我们的金苹果有没有？在我这，在我那，我等下给他寄。好好，我们先抢十块，悠悠在地上。有，我已经阻止他们盖桥了，我在阻止他们盖桥。小恒先给你，小恒先给你。但是我们没有钱，你们快点，你们快点。抢一下，抢一下，抢一下。有钱了吗？这里。我七块，我八块。坐零换稿了。坐着换稿上去。哇，十块了。哇。那你上去，你十块，你上去。哈基，哈基，哈基。巧克力后面。哎呀。换给你。我们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们没事了，哈基上去了。分散集资，哎，杰克，你们稍微稍微这里，不好意思，他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至少就挤两个人，一个人看可以过去那里，嗯，一个人挖我们的，他就不要挖太多，看看速度可以拼，好，别太贪。喂，注意哦，喂，辅导作者，喂，44块喽。他就赶快，他就你又贪了，你都挖到90块了，够了，我挖两个就可以，50就很 OK 了，你他换稿了，他换稿了，他换稿了，快点快点，超激动，我刚听错，听到央央讲，来不及了，掉了，奇怪的东西。你就听到讲什么？你又想听什么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阿基哦，啊，以后不玩了，都你们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生气了。你今天是走暴怒风是不是？最气啊！可能昨天太累，今天心情。节目玩了，我挖五十。哎，刚刚哎，哈基，哈基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哈基，你先把黄金挖掉，不然等下被挖掉。过来，小鱼，小鱼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这边挖掉了吗？啊，那你赶快挖。这样，你不要把垃圾丢在楼梯上。哈基哦，都不让我讲话，都不让我讲话。我把那段剪出来哦，我把那段剪出来，讲到一半被断话。最气，哎，你今天真的很气耶，你怎么了？你是没睡饱是不是啊？我金苹果，今天是没睡饱。没有睡饱，真的。国王生气了。要小火，要小火，买那个水果小火。什么？这谁懂啊？谁懂？谁懂？这水果啊？怎么了？芒果啊？芒果小火。芒果才不会小火嘞！吃芒果会流鼻血，火气会更大。哈哈哈哈哈。那让吃芒果让哈气变更大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说吃芒果变大？我说火气会更大，火气啊，对啊，火气大，乱叫哎，会暴怒国王打爆他们。暴怒，哎，那我觉得不好，我们这些国民有点怕怕的哦，不气招的，对对对，有别队来喽，嗯，啊，不想不要生气，不要鬼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生气。
我只是愤怒，就是有，愤怒跟生气，说没有，一定就是有。我是愤愤不平，嘿，愤愤不平，没有生气。你看，你还是有愤怒。啊，我没有愤怒。你生气？爆了爆了爆了！晋级的他是哈子。哼哼，你刚说什么？哼。晋级啊！这样你好像听到什么东西哦。没有吧？听错吧？哦，我去努力啊！好，脚下脚下。有人来乱了，有人来乱了。有岩浆，对对对，我需要岩浆。堵起来，你跟我们分开。拜拜。再来要150，等下是团长上来，要不要顺便去买那个香香？哦，好啊。要放哦，好。岩浆快的那个，最快的。天作之合，猴子还白痴，都已经没钱了，负债了，没钱包什么红包啊？真的是哦，结什么婚啊？哦，离一离他们这婚还是借钱呢？小孩子养得起啊？借钱包红包，乞丐买箱子了，我的天哪，乞丐，他好有心哦，我拿白色包，拿白色包，太凶了，这太凶了，哎，这有点凶，这有点凶，怒风，白色的包一个才3块钱啊。很便宜哦，哦哦哇哇哦是哦，哈还有3块啊！你在便利店买红色的包也很便宜，没有啊，它是10个30块啊，啊，红色也差不多啦，对啊，只是你一定要一次买10个啊，哦对，白色可以只买一个，对啊，你用 A 4纸折一折一折算了，那也太累了吧，等一下，那好累哦，累死了，很好折，对啊，最有诚意耶。手工哎，对啊，人家结婚用红色纸，心意无价，自己手做，人家死掉我也超有心意的。说其他，对啊，收到亲自做的礼物，我们都知道阿进想的是什么了，以后我们就这样给他。手做的是吗？我以后如果怎么样了，只要诚意，简单处理就好了，不用。啊，以后那个如果真的怎么样了，放不要放那个奇怪的音乐，放那个周杰伦的歌给我听。坐起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吃水果大餐。我会爬起来，我会爬起来，爬起来吗？这样还不错啊，可以把你救起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你在对呀？你是想要挖我的黄金？我的。他是，他每次这样。好心机。我连都给我避免他要来挖我的黄金，我就先把他的黄金给挖走。哦，保护自己，防范于未然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这是怎么？那这样我等你挖，